前有座灵剑山，山上有位修仙的少年，正等待着他未来的师父。你就是王洛？我叫王武，从今往后我就是你师父了。收徒弟这事儿吧，人家还是第一次，所以请你温柔一点哦。灵剑派难不成是派了个弱智来整我？走吧，我带你认认路。这灵剑山是康熙州地脉灵气汇聚之地，共十二峰，每座都是修仙的洞天福地。我们的无相峰到了。从此，少年在这位不靠谱师傅的教导下，开启了修仙之路。王璐日益变强，学会了各种神奇法术。去试试门派联赛。本次门派联赛的首席是王璐。首席？这有什么用？成为首席能有不少好处呢，想干嘛就干嘛喽。是吗？那我给你来点零食试试。不愧是我王武的真传弟子。从前有座你最熟悉的灵剑山，但是这里的故事开始有点不一样了，因为从今天起，你就是天生主角。